这个还是广告一下，我们有卖毛巾啊。如果大家还没有买，还是觉得毛巾脏脏的，对，很多人都有带。我们这次也有卖，我们这次还卖了超值组合包，老板瞎了超值组合包。对，哎，你看有人买哦，帅哦，里面有 T 恤，大家如果湿了可以擦，或是想要在旁边打炮，把它铺着，很好用。对，然后还有卖杯子，如果大家想尿尿，也可以用。对，因为毕竟厕所不好找，有时候晚上的团很嗨，大家会靠在彼此的身上一起跳。对，如果觉得后面湿湿的时候，就是后面的人在尿尿。这样，然后里面还有毛巾跟我们去年出的 EP， 然后我们明年会出我们的新专辑，20周年的新专辑，希望大家到时候再支持一下那个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偶像派的乐团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开什么专场表演也不会有人，对，但是我们相信音乐，对，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华纳 OK 啊，跟孙燕姿自拍。啊，既然这样，然后那个，我们可能在下个月会发行我们的20周年纪念 T 恤，到时候再请大家预购一下，可能啊，因为现在我也还没看到什么讯息，我们公司说，公司老板就是我，我们公司说还没有看到，这样，所以可能不会出来，然后如果出来的话，希望大家再多支持啊，那我们的设计概念大概跟假手大头身上的那些差不多。就是一个洋基队球迷纪念 T， 这件事真的是美国大联盟绝无仅有的，那个全世界就只有4件，都在我们家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围观，我们是88个8子，那个杯手冠霖，假手大头，鼓手农药，我是阿翔，谢谢大家。这首歌《Jimmy and Mary》。
Fuck that shit, bitch!